在再去我们理想国的路上，大家心情很兴奋，很激动。我们要去一个集体生活，然后我们有带什么好物分享？超越带了螺蛳粉，来螺蛳粉，我从好远的地方背过来螺蛳粉。我要买个大音响，可以那我来负责大家的生活质量吧，我来搞什么香薰啊，什么那些东西，好不好？妹妹，你现在怎么样？开心。我希望我的厕所可能有怎么说呢？有那个浴缸，浴缸都有什么？你们都去过了。谁做饭啊？我做饭呢，我做饭给你们吃啊。我希望有一个大大的那个活动房，可以给我有发挥的空间。冰箱、微波炉、烤箱全部安排。对，有烤箱。有烤箱，我就可以给你们烤什么蛋挞呀、蛋糕啊，各种。哎，太好了！啥小蛋蛋？刘诗妮，不要，我要做纪律委员。纪律委员要负责每天叫大家起床。咱家附近应该有卖奶茶的哈，听说很郊区。我们有厨房，可以自己买东西，我给你们煮奶茶。我煮的奶茶可棒棒棒，我们要放一冰箱的冰棍儿，然后还有在最上面一层放水果，还有榴莲。啊！有没有不吃榴莲？还有好多呀！就我一个人不吃榴莲，要被折磨了。完了以后屋里面到处都是榴莲的味道，我要把门锁上。我们还有多久到呀，姐姐？快到了吧？到了。哎，这小楼小房子好漂亮啊。哎呀，到了，哇，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屋子。哇哇，真的吗？我给你们看。哇，哎，双人房。哎，浴缸里面还有电视。这个房间有点独立，下面也不错，感觉下面不错。哇，下面也可以，来随意坐，随便坐，帮自己搭。我自己心仪的房间了哈，所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一个步骤就是选房间。怎么选呢？我们是随机的，看我手上这个图，每个房间都有每个房间的编号。哎，我也是截图吧？没错，这是截图。来吧，那我们开始吧。西林来。好，西林，一、二、三，停。一，要房是哪个？来，赵月吧。三、二、一。二，刚好。哦，棒棒，果然在上了。好了，我来了，我紧张啊。三二一，五，我来了，来，三二一，啊，又是二，再来一次啊，一二五都是单人间，所以刚刚抽到的都是单人间。啊，没了。一号房是负一层的单人房间，是那个我不想去的房间。然后恭喜自己在下面玩 Switch。然后恭喜二号房是一楼的单人房间啊，这边的那个，哎，特好。然后三号房是二楼的双人主卧。哦，这个最好的那个，哪里最好的电视的主卧，浴缸里面还有电视的那个。然后四号房。是二楼的，双人侧卧。我还以为是那个自闭房。哎，装那个自闭房，我是那个自闭房是吧？你哪个自闭房？在楼上那个拐角在里面。我们开始调换吧。好，来来，有几个小单人间的？因为三个单人间。单人间什么？哎，那我们不用抢了。单人间什么？就一个人住。Yes。
你谁赢了谁先选择。行，那也行，那我们怎么可以谁赢？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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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呀，你选，你选。我选一号。我选二号。那我们就谁派出一个人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就霸了。我对。来吧，你俩三局两胜，三局两胜。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玩默契的。他们赢了。完了，那他们就输了。他们输了。什么？快乐来得太突然。好，现在决定啦。现在我们房间结果已经出来了哈。负一层的单人间一号是奈奈，然后一楼的单人房间二号是西林。好，二楼的主卧双人房是卓璇跟一凡，哎，然后二楼的侧卧双人房四号是我和赵月。然后二楼的次卧的单人房五号是刘星凌。好，我们分房结束。哎，你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房间想要怎么布置吧。因为我喜欢外面呢、啊、外面有的那个直接花园可以出去的、啊、因为我喜欢弹吉他，我怕我麻烦你们。对、嗯、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会放音乐、嗯、对不对、嗯、会放谢雨的 声音、嗯、啊。然后我的房间有什么呢？有那个是什么柜子啊？我会放书吧，我很想放花花草草、啊、花花草草什么。然后如果他们让我们可以有狗，我会带狗。狗啊，可以去遛狗，太好了，对啊，哦，很开心。二号这个房间跟其实跟我想象的还蛮接近的。对，我会在里面加那种小的那种灯。然后可能就是贴一些把我以前在包里面拍的一些拍立得啊贴在墙上这样。好，三号我们大主卧，他们有一个我们的大主卧里面就是有一个啊非常奢华的更衣间，然后还有大的浴缸还可以躺在里面看电视。我也想贴照片。对，把我们在营里的那些拍立得往墙上贴。对，四号我们的双人间。为什么选双人间呢？就是我是一个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的人。那知道了吧，一姐。啊，知道了。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很孤单，然后我就会想要跟大家一起睡这样子。然后，哎，我们的房间有什么来着？我们的房间我还没仔细看过。也没有什么。对。平平无奇，那我们就把它装饰的不平平无奇一点。我觉得可以贴那个大学宿舍里面，我会贴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歌手那个唱片的那个专辑的封面，哎，还有海报，我也喜欢贴海报，然后贴一墙，然后各种贴一墙，能不能给我留一块地方？对不起啊，也是没有考虑到你。好笨，不要。你对我们房间有什么构想吗？我之前的构想是有一个那个摇椅，我想要个摇椅，老年人喝茶呀。还有吗？还有那个刘姐啊，你没有想说的？对，我觉得挺好的吧。挺好的吧？我觉得很 OK， 我觉得很好。哎，如果可以养宠物的话，我想把我们猫猫抱来。啊，我也有，我有一只带狗狗。不行，那这样的话，我们成了宠物也带狗狗，你可以养吗？不是养蜥蜴。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养蜥蜴。刘星凌，你看这个鞋，我觉得不能是房间门口贴刘星凌的瑞，我们家大门口贴，大门口贴，这小区门口贴刘星凌的瑞，欺负我。好了，那我们就入住自己的房间吧。要。